6月18号清晨，第一位排队搭热气球溪流体验的台北游客林玉慈担任实访拍报的嘉宾。飞行总指挥确认天气状况良好，民众最期待的黑武士、大黄蜂、爱心球、开运库和妹妹头五颗造型球陆续展开力求作业，一起在鹿野高台亮相。台东的热气球不断的在演化，不断的在进展，像今年我们已经正式空中载客自由飞常态性的飞行了，那我们今年的热气球的这个造型的热气球的会来台湾的球也会破纪录那我相信整个活动的水准、整个活动配套的措施跟真正跟国际接轨的还是只有在台东。台东热气球十八号这天很热闹，除了五颗造型球大会师之外，飞行员邱胜富要考取绿巨人大型热气球的商业执照。来自香港的连周杰与北京的江畅参加热气球婚礼礼赞，重温新婚的甜蜜，并由县长黄建廷为他们的爱情与幸福做见证。另外，在瑞元国中，三位新加入的飞行员黄前新、陈瑜元和阿力，在考取商业执照后，继续为台东热气球写下新纪录。黄清海采访摄影。